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立于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立于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立于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331页，331页，倒数第三行，倒数第三行，从第一句看起，法华毗喻。品曰：如来有无量智慧，列无所谓诸法之藏，能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，但不尽能受。前面的说的是的，要补充一句的，就是如来呀，通知一切众生的自信。那换一句话说，经上讲，如来有无量智慧。世尊在《华严经》上明白地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所以在佛法里头，一切法是平等的，如来跟我们平等，我们跟如来平等，如来所有的智慧我们通通都有。为什么？我们跟如来同一个自信。换一句话说，根本就是一体，这个一体显示在常寂光中。学佛终极的目标是回归常寂光，啊，净宗四土，常寂光土、十宝庄严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凡圣同居土。常寂光就是自性，回归常寂光，回归自性。自信具有无量智慧，无量功德，无量的相好啊，无论是哪一法都是无量无边际。
佛法是平等法，他们回归常寂光了，我们还在搞六道轮回，是什么原因？他们觉悟了，明白了，我们迷惑了，糊涂了，变成这个样子。那我们有分别，有执着。如来与法身菩萨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那学佛没有别的，回归自性。啊，真的回归了，像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，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。啊，你所得到的原来是本有的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相好，自性本有的啊，完全恢复起作用的，起作用就是能够以无量无边的分身救度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，那些众生还没有回头的啊，帮助他回头啊，这就是佛陀的事业啊。佛菩萨来到这个世间干什么？就这么一桩事情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事业做榜样，历代的祖师大德给我们做榜样。那现前在世间真正修行，真正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、离苦得乐的，也在给我们做榜样。啊，榜样做得最好的、最圆满的，来佛寺的海贤老和尚。啊，我们一定要向他学习。决定往生净土，往生净土就是圆满菩提啊！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保证我们一生回归常寂光啊！这一点都不假了，所以佛有能力帮助我们破迷开悟、离苦得乐，但是众生根性不平等啊，六分为上中下三根，上根里头有上中下。中根里头也有上中下，下根里头还有下上中下，这就九等了，九个等级了。九个等级里面每个等级又有九个等级，81个等级。81个等级里头，每一个等级里头又有81个，所以众生呢，很不起。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，知道之后要认真
努力向上提升，那觉悟的快，真回头了，提升也快。那在中国，慧能大师24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个很稀有。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给我们表演，30岁大彻大悟，啊，一切的表法全是为众生，啊，不是为自己，完全是其众生的根性，自自然然的感应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啊，我们要会看，才能看出门道。啊，不会看的看热闹，会看的看门道。啊，看出他是用什么方法，怎样切入境界，我们如何学习，这叫门道。啊，今天我们再往下看，舍利弗，一世因缘，当知诸佛方便力故啊，于一佛尘分别说三。啊，三就是从一乘法的说多乘，三代表多，啊，不是数目字。佛教传到中国，大乘小乘10个宗派，不是说三，说十啊。那每一个宗里面还分很多派，啊，派里面还有小派，越分得多，越难提升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啊，那怎么学呢？他分我不分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他是指什么？是这些祖师大德们，佛没有分。我们要学佛，这最稳当，最可靠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49年讲经教学，没有分门派。门派是佛灭度之后，佛的弟子们，他们分的。那这一分，有的只有成就，有的没有成就。啊，古时候成就多，没成就少。1000年之后，提升的人少了，上不去的人多了。啊，在今天，可能许许多多宗派啊，都没有办法提升。唯独净土一门，啊，只要你真心，没有怀疑，死心塌地，一门深入，啊，只需要具备4个字。欧益大师说的：心、愿、持名，你就能提升。啊，真心切愿。没有丝毫怀疑，我就这一条路。
早年我在香港讲经，黄忠昌居士，我讲过很多遍，有些同学对这个名字很熟悉。他才30出头啊，32、33岁啊。听我讲净土讲的这些事情，他来告诉我，他想闭3年关，真的来试验一下3年能不能完成。向小丽给他付款，3年还差2个月，也就是2年10个月，他预知时值往生了。我相信那是个聪明人，肯定他不知这个寿命。也是向阿弥陀佛要求，我的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去。聪明人呐，到极乐世界多好啊！真去了，这让我们看到的，心愿持名，他刚刚闭关，心里也是很杂乱，妄念妄想很多。完全用一句佛号来克服。到第3年，心地渐渐清净，妄想少了，杂念少了。只要到功夫成片，阿弥陀佛必定现前。大势至菩萨不会骗我们，是一佛念佛，一佛想佛，心里头真有佛，口里头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你能够见到阿弥陀佛。现前是现在，活在这个世界，你见到阿弥陀佛；当来是往生极乐世界。你有缘分跟阿弥陀佛天天在一起。这个机会也非常非常难遇到。我们今天遇到了。遇到了还没见佛。这方法懂得了。道理搞明白搞清楚了。要真相信。世间人会骗人，佛菩萨不会骗人，不能有丝毫怀疑。所以一定要晓得，诸佛方便列故，于一佛乘。《法华经》说的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也无三呐、除佛方便说。所以一佛乘分别说三，这就是方便。又《法华文句》经是释迦牟尼佛讲的，文句是注解，智者大师出的。大师给我们解释说，方便者门也，门道啊，道是路啊。
成佛之道，成佛之门，从这个门进去，你就能成佛。那、这称之为方便，为真实作门。真实就是自性。那、真实的名字，释迦牟尼佛说了七八十个，一桩事情说这么多名字，为什么？不要执着名字相，只要懂得是这个意思，怎么说都可以。不要说这个对那个不对，啊，样样都对。你喜欢用哪个就用哪个。佛法多自在，丝毫拘束都没有。啊，执着就错了，执着全错了，没有一个对的，不执着样样都对。没有一个是错的。啊，没有这个好那个坏。我的好别人坏，没有这个。啊，圣人教学都是那么样的活泼生动。啊，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到孔子教学生。学生问人，什么叫人？啊，孔子跟每个人答复不一样。学生来问孝，父子答复的时候也不一样。十几个人问，十几种不同的说法。那是什么？因机施教。回答这个人呢，决定其这个人的根性，他在生活当中可以做到。所以说法有深有浅，有偏有远，无非是契机，他能做到多少跟他说多少，他欢喜，他做不到的别说，说了他生烦恼，他做不到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啊，根其深的人深熟，根其浅的人浅熟。没有定法可说，叫应机说法。像大夫看病，两个人都是感冒，有轻重不同，大夫处方，处方好像都一样，分量不一样，没有相同的。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今天我们抓到这部经了，这部经是圆满的，妙极了。我成都前，我解的前道理我懂了，我成都神看到字字句句都深。啊，你看一百年，你看一千年，不会厌烦。为什么？越看越深入，越看意思越广。啊，到最后圆满，佛知佛见。自己的佛知佛见，跟诸佛的之见相应了。真妙啊。那所以真实必须要有方便门，它才能显功有方便。啊，佛为什么说阿含？十四谛，十二因缘，通通都是把它带进佛门。待见真实的第一步，没见真实提升了，接近了。
啊，所以我们看世尊当年在世教学大分啊，阿含十二年小学啊，劝他远离轮回，接近无上菩提啊，在十二年之后方等啊，方等离真实近了一步了。方等八年，八年之后般若，般若入门了，二十二年啊，最后发化涅槃，那就是回归一尘。你看，从三尘、小尘、中尘、大尘，最后一尘。那一尘法是佛的圆满法。佛希望你成佛，不希望你做菩萨、做罗汉。啊，罗汉好比小学毕业，圆觉好比中学毕业。啊，般若好比大学毕业，还不是佛的愿望。佛一定要叫你一成，研究所拿到博士学位。那佛的教学就圆满了。我们明白这种事理，对佛感恩的心自然就生出来了。那我们要报佛恩，不辜负佛对我们的期望。那为我们这个通途的门，我们行不通。那为什么时间太长？要真断烦恼，我们没有能力断烦恼，也没有那么长的寿命。这开特别法门，这个特别法门，阿弥陀佛开。设法一切诸佛响应，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，没有一尊佛不弘扬净土法门。那什么经是一切诸佛事先成佛一定会讲的？就是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佛经、阿弥陀经，这三部经是必定要讲的，而且讲很多次，不是讲一次。为什么？这部经普度一切有情众生，不论你什么样的根基，通通得度，平等得度，圆满得度，这还得了吗？那这一句名号里头，具足一切法，是佛法里头的大总持法门。啊，总一切义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。我们有幸的遇到了，啊，遇到决定不能辜负。一定在这一生当中早一天成就。下面这个这几句话是念老说的，依此事就是根据《法华经》《法华文句》的解释，在小乘为入大乘之门，
故谓之方便教。啊，阿含、方等都是方便教。啊，有这个基础，才能入般若，才能入法华。啊，又三乘为通于一乘，故业名方便。啊，念般若，22年般若，也是方便教。啊，法华才是一乘。以上经论，正邪善利方便，显示三乘之智。啊，把佛为什么要讲经由浅而深，分成好多阶段，像现在学校一样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佛也是这样的。啊，因为这个方便，才能把它提升到一乘。啊，净土是一乘法，无比殊胜的乘法。啊，到这个地方，第七项转法轮净，这是八相成道第七转法轮。啊，那么这是世尊出现在世间最重要的一桩大事，所以说的多，说的详细。啊，下面第八项入涅槃，入涅槃释迦牟尼佛把这一个阶段教化众生任务圆满了，他要离开世间。啊，这叫入涅槃。请看经文，于此中下二仙灭度，这一句话意思很深。啊，我们看注解，解里头说，中下根据位移，吉沙藏本与高丽藏本。啊，这中下两个字，说明这两个字从哪里来的。啊，吉沙藏里头为一本有中下，高丽藏本子里头也有于此中下，有这一句。啊，黄念老用这个方法来给我们解释经，说明这个经字字句句都是真经，都是从梵文直接译过来的，没有译错。啊，下联句老居士汇集非常用心，非常谨慎，10年的时间完成这一部善本。这是他到这个世间来对净土宗做出最大的贡献。为什么？世尊末法10000年，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，啊，正法1000年，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年。啊，咱们中国人记载，是用加词来计数。中国人对这桩事情，对历史非常认真，非常谨慎，啊，不允许
错误。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记载，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周昭王24年，对，嘉应。那释迦牟尼佛属老虎的，他老人家灭度入般涅槃，是在周穆王52年。照这个计算呢，那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天是3041年。那外国人讲的2507年的，跟中国记载相差500-600年。啊，我们相信老祖宗，我们老祖宗做事情非常认真，非常小心谨慎。啊，我们对他要有信心。那么照中国记载，相法1000年啊，这正法1000年过去了。相法1000年也过去了，末法10000年，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，今年是第二个1000年，前面41年。啊，那么往后84000法门。无量法门，哪一个法门能真正帮助我们成就？只有净土。啊，那么净土在中国翻译，所有的译本出入很大。啊，没有一个完美的经本。啊，所以古大德都是居士做的，宋朝的王龙书啊，第一个汇集本他做的，第二个汇集本清朝咸丰年间魏源做的啊，非常可惜，里面多多少少有几个字他们换了，不是原来经文，换的是不错，很好，但是那不是佛说的。啊，所以古来的大德不赞成这种做法。为什么？经如果随便换字，我看不懂，我用我的话来写几句，你看不懂也写几句，到最后这个经本就不能看了，就面目全非了。所以古人谨慎，明明那里有错字不能改动，在旁边注明可能是某一个字的错误，啊，决定不能改动，啊，所以典籍保存千年万世能保持到原来的样子，啊，中国的文字好，比梵文还好，梵文是拼音文字，表音，中国文字是表意，不是表音的。表意的文字不受言语变化的影响，那也就是说
你懂得文言文，认识中国汉字，2500年前翻译的这个本子，你看跟古人所理解的完全一样。所以英国罗素、汤恩比啊，他们对于中国汉字文言文非常赞叹，认为中国的汉字文言文应该变成世界的语文，凡是好东西能够传到后代千年万世，一定要用这种文字来书写，它不会变质。啊，我们中国人对不起老祖宗，啊，不知道啊，中国文字的可贵，啊，全世界千万年来，许许多多的发明，首推中国的汉字文言文，最了不起的发明，啊，这种工具能把古圣先贤他们的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，用这种手段传给后代，传给千年万世，不会变意思，这还得了啊？啊，所以黄念老有智慧啊，字字句句从哪个本子上来的，你去对照，没有一个字没有来历的啊，这给我们说清楚上下中下这两个字啊，七杀藏高丽藏，此是八相成道中第八般涅槃相啊，般涅槃就是入般涅槃，涅槃梵语就以这个就对心来说的，就以是玄奘大师以前翻译的，玄奘大师他翻译的称为心意，玄奘以后都叫心意啊，就已是玄奘大师之前翻成灭度，玄奘大师把它翻成缘起灭度者，灭生死之因果啊，灭是这个意思啊，度呢，度生死之破流，是比喻啊，生死的因是什么？是业，业有善业，有恶业，有无极业。你造这个因，自自然感得六道轮回的果报啊，善因感善善道，恶因感善恶道啊，无忌的业有这么回事情，有这个业，它力量非常微弱啊，他要跟着善恶一起受报，不跟着善恶一起他没有报啊，因灭掉了，我不造业了，那每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是善就是恶，怎么能不造业？难，
一切所作所为，做完了就算了，别放在心上，就没有意义。放在心上就有意义。啊，一面做一面了啊，这是大修行人，他的方法没有。你看，一面造一面就了了。啊，怎么了呢？心上没有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没有善恶业。因没有了，果没有了，果是什么？六道轮回。那他这一生寿命中了，他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永远脱离十法界，这叫灭度啊！啊，把六道轮回比喻作瀑流、瀑布啊，啊，水流得非常急，所以前浪、后浪追前浪啊，永远不停的形容六道轮回，可怕了。那永远不再有生死，往生极乐世界，生死就没有了。那你真的是无量寿。啊，《涅槃经》曰：“灭诸烦恼，名为涅槃。”立住有者，乃为涅槃。啊，那么涅槃的意思很明显的给我们说出来了。灭住烦恼，这个烦恼，大乘经上叫见思烦恼。见看错了，把它当真啊。譬如说，我们头一个把身体当真，佛说你看错了。那怎么看错了？哪一个把身体当自己啊？整个六道里所有众生都是这样看法。对，众生的看法不是佛菩萨的看法。佛菩萨怎么看法呢？这身是假的，根本就不存在。现在有人给他做证明啊，谁呢？量子力学家啊，我看到的是普朗克博士的报告，德国人，爱因斯坦的老师，这个人叶森，专门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，用了70年时间，把这个宇宙的奥秘揭穿了。他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，就是将物质分裂，那分成最小，小的不能再小了。啊，只要这个物质现象，不管小到什么程度，你把它打开，一分为二，二分为四，四分为八，看它最后到底是什么，最后就没有了。
空的，在佛法里也是这样的，讲的牛毛尘、羊毛尘、兔毛尘、水尘、金尘啊，微尘，色聚即微，即微之微，佛这样讲法啊，跟他那个分法意思一样。啊，80年前，科学家发现原子。那个时候，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，不能再分。随着科学进步，仪器的进步，啊，居然把原子打破了。啊，原子打破了，原子是什么呢？原子是原子核、电子、中子组成。啊，它不是单纯的。那么再把这些东西，原子核、电子、中子再分，个个打破再分。啊，看到什么小的东西出来了，叫它做粒子。粒子有50-60种。啊，这些东西再打破。叫做微中子啊，微中子再不能打破，没有了。那么，微中子就是最小的。佛经上讲的极微色，极微之微，佛说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啊，也叫灵虚尘，它跟虚空做邻居。这一分就虚空。科学家很厉害，把微中子打破了，打破之后没有了，物质现象没有了，看到是什么？念头波动的现象，恍然大悟，原来物质是念头在高频率振动之下产生的幻象。跟佛经又合了，佛经说相由心生，相就是物质，物质是从哪来的？念头来的，被科学证明了。啊，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，色相都是代表物质。啊，佛又说，境随心转。先是物质环境跟着念头转变的，这个发现可了不起啊！为我们解决多少问题？啊，那么这个发现大概才20年，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。还没有完全承认啊，所以他现在的有地位叫前卫科学，好像打仗一样，这是先锋队，不是主力啊。探测出来了，要收集证据啊，将来证据证明是真的，人的观念不一样了啊！什么是宇宙的主宰？念头。啊，生病的病是细胞里面带着病菌，细胞是物质。病菌也是物质，从哪来的？念头来的。什么念头？不善的念头。不善的念头累积在一起，就变成病毒。那病毒侵犯细胞，这人就会生病，就这么回事情。
那我们把念头纠正过来，都是净念，都是善念，细胞里的病毒自然恢复正常，不需要医药，不需要打针。啊，念头转过来，身心健康。有念头生灭，就有寿命长短。生灭念头断掉了，人就无量寿。科学家讲得通了。啊，所以我估计，二三十年之后，佛教在这个地球上，它不是宗教，是什么？高等科学，高等哲学。那科学跟哲学研究的命题，大乘经上通通有答案。啊，而且比科学家讲的更详细，更透彻。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懂。科学家发现之后，向全世界宣布，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。那物质是什么？物质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。它存在的时间太短太短了。啊，那么这一桩事情，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有一段问答。对现在量子力学家很有启发性。佛问弥勒菩萨，说心有所念，我们心里起个念头，这个念头里头，我们不知道啊，就是一个念头啊。佛说，这一个念头里头，有几念，有几相，有几识。啊，原文是心有所念，即念即相是也。啊，这一个问题里问了三桩事情。啊，有几个念头，我们觉得一个念头，实际上不是一个念头，很多念头凑在一起，有几念。即相，相是物质现象，识是心理现象，受想行识，啊，佛法讲的五蕴，相是色，识是受想行识，啊，有几个。弥勒菩萨回答说：“一贪痴，啊，不是拍手，是举手，啊，举手。”弹指之间，啊，举手弹指之间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啊，八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，一弹指320兆个念头，那念头多微细。那我们一秒钟，现在计算时间用秒做单位，一秒钟能弹几次？年轻，体力好，啊，那些运动员他们弹得快，有力量，一秒钟可以弹7次，3起20亿。2100多兆啊，一秒钟啊，一秒钟2100多兆的生命啊，前念灭后念生，这里头一个生命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事实真相摆在我们面前，
我们丝毫感觉都没有啊，眼看不见的，耳听不见的，摸不到啊，连想都想不到，身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身是物质现象，啊，有思想，有受想行识，啊，有心理现象、生理现象，生理现象是色身、物质，啊，精神有心理现象，全是假的，根本就不存在。我们自己不知道啊，还要争名逐利，还要搞贪嗔痴慢疑，你说冤不冤枉？为谁搞的？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明白、搞清楚了，你才真肯放下。这一放下，天下本无事。啊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再不起心动念了，那就是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啊，成佛需要多长时间？一年，就一年转过来。啊，为什么转不过来？不知道是假的，知道是假的，他就肯放弃了，转过来了，转过来就成佛。啊，所以佛法修行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。放下见烦恼，我刚才讲的身见、边界，边界是对立，两边对立，没有对立的。啊，见取，中国人讲成见，我自己以为是怎样怎样，根本错了啊！啊，幕后有个邪见。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，用一个总的名词来说，邪见。这五种见惑统统断了，恭喜你，你正虚脱患苦，啊，消尘除苦，智慧有那么一点点了。啊，不至于把东西看错了，知道什么事情都是假的，万法皆空，小乘知道空，啊，空是体，一切法没有自体，自体是法性。法性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也不是自然现象。但是这三种现象呢，法性遇到语言会现这个现象，现物质现象，现精神现象，现自然现象。所以它什么都没有，不能说它无；它能现的相，不能说它有。像是假象、幻象，不是真的。这个事情，佛怎么知道的？佛从禅定里头知道的。禅定，一华严经，前身。有52个等级，啊，下面51个是菩萨，最高的那个是佛陀，52个等级，越往上去，定功越深，他知道的真相越完整，究竟圆满。佛说8地以上，
就见到真相。啊，定中没有空间维持，也就是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。那是真相。啊，定中是一片光明，遍照法界。他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净土宗称他做常寂光，常是不生不灭，叫常；寂是清净，从来没有染污，没有波动。啊，也就是清净平等觉。啊，这叫心得，一切众生平等的，没有哪个多哪个少。啊，虚陀洹刚刚证得，有点空，小定。啊，真的小苦往上提升，二苦、三苦、四苦，真阿罗汉，出离六道轮回。啊，要很长的时间。为什么？断烦恼，证菩提。净土宗的殊胜，不要断烦恼，叫待业往生。带着夜因夜苦，带着夜因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之后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啊，这一加持，你就等于证得阿惟越致菩萨。啊，阿惟越致是什么？叫不退转。三种不退转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。什么人证到的？明心见性的人证到的。那我们没有明心见性，见了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加持我们，我们等于证得明心见性。这个便宜可占大了。八万四千法门要修多少劫才能修成？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一年两年当中就可以证得。啊，我劝同学的学海鲜，死心塌地学海鲜，海鲜老和尚真心切愿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念一年。那把他老人家的光碟，一天看三遍，一年看一千遍。佛号一天念一万声。啊，一年念360万声。能不能是？能。功夫成片，你决定真的不难呢、啊。走别的路难呢、啊，这叫易行道啊。别的难行道啊，不容易啊。我在难行道里头浪费了几十年的时间，啊，到85岁彻底回头。不敢了，所有一切经论翻都不翻了。别人物那是别人事情，与我不相干。我就是一部无量寿经，一部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一句佛号，往生。
老和尚说得好啊，好好念佛，成佛是大事，其他啥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85、85年彻底回头。跟老和尚学习，一点都不错。你决定或成就，要相信这一句佛号。在贤教里面讲，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总名号。念这个名号，所有一切诸佛如来全部念到了，一个都没漏。在密宗里面讲神咒，这一句佛号是神咒里头的大宗持法门。全念到了也是一个不漏。教下讲，那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，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教，都在这名号之中。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你不肯念是你不知道它是宝啊，你不认识它，你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、认识，你能不念吗？不吃饭、不睡觉也要念呐。念这个佛号得的利益无量无边呐。不可思议，无法想象的，为什么不敢？我的老师对得起我。我在30几岁的时候，老师就劝我修净土念佛。我那时候好高骛远，认为净土是老太婆教，对大经大论呢非常向往，学华严、学法华、学楞严、学般若、学大智度论，搞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搞了几十年，知识，佛学知识。能不能断烦恼？不能。能不能将心定下来？不能。所以这真正认错。真正知道那个法门是大根器人修的。我不是大根器的人。我修念佛这个法门，心愿持名，我有把握，告别的没把握。往生要学海鲜老和尚，自在往生，不必要人助念，助念那是没有信心，那是不可靠。不要再搞六道轮回了。六道这个人道这次来了，看到做人多辛苦。来生的人道很不容易。无界十善修得好，才能得人生。这一句佛号念得好，生极乐世界，为什么不去？
《涅槃经》里都说的这个灭，灭烦恼的因，灭烦恼的苦，就是六道轮回的苦，超越六道轮回，这叫涅槃，小乘涅槃。啊，又娴熟心经六书，啊，这都是年轻时候学过的。娴熟过思，心经的注解，那为我们解释涅槃，涅槃次云缘寂，缘是圆满，寂是寂灭，下头有解释，得无不备成缘，障无不尽叫寂，啊，所有的障碍都没有了。障是讲烦恼啊，见思烦恼断尽了，真阿罗汉；尘沙烦恼断尽了，真菩萨；无明烦恼断尽了，就是起心动念没有了，真法身菩萨。啊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师，他们六根在六尘境界上。不起心不动念，那菩萨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分别，阿罗汉辟支佛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执着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有，这叫六道凡夫。他天天在制造六道轮回，他怎么能超越六道轮回？啊，所以想六道轮回怎么来的？设法界怎么来的？啊，见思烦恼造作的业，六道；无明烦恼造的业，就是起心动念，就是设法界。啊，破无明出设法界。啊，破无明就见性了，所以明心见性超越十法界，我们得走这个路啊。你们年轻啊，还可以慢慢走啊，我不行了，我要快快走啊。道理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。下面是引用真解，日本经宗的大德啊，祖师，他说：“一冲法界，德悲恒沙，这叫圆，大圆满呐！啊，提穷真性，妙觉相雷，这叫起，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”大乘经上常有啊，啊，体就、体会、穷尽真心，这就明心见性了。啊，放下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的幻象。不再为这些相生烦恼了，这叫起。解释的好啊！啊，是上知经论，上面所举的经举的论，啊，注解就是论。表法身大师专知佛果，明心见性的菩萨叫法身大师啊，他们
专心求无上道，他们的目标妙求。啊，不住毁灭，毁灭是小乘，毁身灭智，小乘证阿罗汉果，出六道轮回。啊，不住毁灭了，就是小乘涅槃，不住小乘的涅槃，他一直向上提升。善巧方便，而事先入灭之心，对，八相成道。八相成道是大乘菩萨们做的，表法实现的，啊，不是小乘。如《法华受量品》曰：“若佛久住于世。”德薄之人呢，不种善根，贫穷下贱，贪着无欲，若于意想妄见妄著，这是佛如果为我们实现佛无量寿，不生不灭。常住在世间，对人有没有好处？对上上根人有好处，对上中下根人都没好处。为什么呢？德薄啊，不种善根呐！啊，我是千辛万苦啊，到台中去拜老师啊，跟李老师学习。不是台中人了，在台中做客，每一天的时间都当宝贝啊。台中人不学，为什么不学？老师常住台中，不要紧，今年没有，还有明年呢。明年不行，还有后年了，慢慢来啊。他不着急啊，啊，不像我们，我们在台中能待多久的时间不知道啊。所以每一天的光阴都非常宝贵。心理不相同啊！我在台中住了一年五个月，学了十三部经啊，十三部经我都能讲，而且讲得很好，讲得不错，进度好快，一个月学一部啊，台中人不行啊，他不着急啊，他不知道时界因缘的可贵啊。那我是生怕会离开台中啊，这台中没有根呢。啊，每一天都当宝贝。啊，我是十五个月出家的缘成熟。啊，可是我出家也不忘记台中。我跟我的剃度老师说，每个月我要到台中住一个星期。他同意，而且给我旅费。啊，出家在庙里面住了一年。我就又回到台中去了，在台中常住了，啊，前后总共住了十年，啊，学习大乘经论，啊，这就是佛常住在这个世界，上上根人度完了，中下根人都不能得度。所以一定要实现半涅槃，
事先班的老师走了，大家着急了。啊，有一部分人认真落地，奋发向上，成就了。啊，那不能像奉用心的人，不能用功的人，他就退转了。啊，这个现象都是我们亲眼看到的，亲身体会到的。啊，张家大师教了我三年，他走了。啊，他要不走了，我绝对不会想到戒律很重要。啊，那个时候他人就走了，我很感恩，我说他是为我走的，让我认真反省，要重视戒律，因为我入门是跟方老师学哲学，啊，佛经哲学是当作一门课来上的，啊，不是修行，啊，真正认识了佛教本来面目。啊，我这三个老师少一个都不能成功，后面还带个韩馆长，没有韩馆长30年的帮助，啊，帮助我有一个安定的居住的所在，再小都没关系。啊，有个安定的环境，你才能向上提升。没有安定的环境，心里没有着落，这学什么都有障碍。啊，所以古人说的好啊，啊，环境影响人呐，心安则道隆啊，身心不安定，没有办法修东西。那这环境比什么都重要。方向搞清楚了，目标搞清楚了，啊，自己真正努力，那么后援的，就是你安定的环境。啊，我这五个人少一个都不能成就。啊，永远感恩戴德。啊，前些年来，许许多多人对慧解本批评，啊，也劝我放弃这个慧解本，啊，学康僧铠的本，康根铠本我学过，李老师在台中讲过一遍。啊，这个夏莲居的本子也讲过一遍，那是我不认识他，很早。我到台中去之后，他讲第二遍，第二遍用康僧铠的本子。啊，可是这个本子，李老师自己又没出。啊，他把这个本子给我。我一看就欢喜，他的注解我能看得懂，我拿到这个注解我就能讲。啊，讲的跟他比，我相信我能达到90%，有这个能力。啊，我讲过10遍了。在国外，在台湾，啊，这个本子在我手上，
李老师往生的时候，别人没有看到，我印了一万本。啊，现在超过百万本都不止了。啊，原本我交给胡小林去世了，让胡小林居士认真去学习，弘扬这个法门。我在85岁以后回头了，专门学习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。讲这部脊柱，学这部脊柱更深入。这个脊柱讲一遍，标准的时间是1200个小时，1天4个小时，讲满300天。但是这一次的讲，我又讲得特别详细。可能时间要加一倍，要2000个小时。越详细越有受用。怎么落实？怎样真修？讲我们自己的体会，留给后人。做学习参考，我们自己真正有把握，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极乐世界，不再走冤枉路了。真解上说得好，所以念老在此地的注解几句话：法身大士专治佛苦，不住毁灭，不住小乘，但为扰疑中下二乘。中乘跟下面小乘善巧方便而示现入灭之相。释迦牟尼佛最后给我们表演这个相。那一年他80岁。中国人算虚岁，外国人算十足年龄，释迦牟尼佛79岁。圆寂的。如法华受量品曰，下面这是引用法华经一段经文：若佛久住于世，不得之人，不种善根，贫穷下贱，贪着无欲，若于意想妄见妄中。这就是妄想，这个意识想啊，妄想、意念啊，妄想、邪见，就是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见解，太多太多了。晚上睡觉都不老实啊，做梦啊。做梦是妄想啊，没有妄想就没有梦境了。妄想多，妄想杂，就常常有噩梦。从
做梦啊，能见到自己的境界啊，头一个，梦中境界没有邪物啊，都是正念，这个好，有进步。慢慢这个梦的时候，一天比一天少，那就有一点定功了。念到功夫成片，梦境很少，会梦到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会给信息给你，有功夫成片，啊，就有这个可能。那事业心、理业心就更不必说了。说若见如来常住不灭耳，遍其教子而怀厌怠，不能生难遭之想恭敬之心。这就是为什么佛菩萨要示现般涅槃，让你常常有警觉心，你会想到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遇到这一次好不容易啊，这个机会失掉了，要经无量劫又无量劫才会再碰到一次。那所以要非常珍惜啊！如果如来常住在世，这个心就起不来了啊！常常见佛会生起骄慢啊，公告我们会生这个心，对于修行会厌倦，会懈怠啊，这都是往后退转的，说不能生起难遭遇的想法，不能生起恭敬心，只有真正难得难求，那个恭敬心是真的。啊，下面，是故如来虽不是灭，这讲真话了。如来有没有灭度？没有。如来真的不生不灭，他怎么会灭度？灭度是他的实现，是他在表演，不是真的啊！真的是不生不灭啊！下面说了，非灭现灭，故为示现的啊！作此示现呢，唯度中下之疾苦啊，就是来度人的。啊，要不是为度人，多住几年，少住几年，他通通可以做得到。说若是上根，则见如来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。本地生灭的何有涅槃，上上根人啊，他见到佛菩萨，佛菩萨没有一定的相，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，不是自己起心动念，自己没有起心动念，那能现种种事，种种根基不一样，
啊，什么样的根性，自自然然现这个相，让他生欢喜心。啊，如果说佛菩萨想想，我要用什么相，那他是凡夫。为什么？他起心动念了。啊，诸位一定要晓得，佛菩萨给我们感应道交，我们起心动念，他没有，他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。啊，他从哪里来的？当下就是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楞严经上说的，为什么他的发生变法界？没离开我们，发生没有形象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。啊，像灯的光一样，它虽然这个光，跟一切诸佛菩萨的法身，光光融在一起。虽然融在一起，它又不乱。像我们电灯，十几盏灯都打开了，光光相融。关掉一盏，它不爱别的，啊，不爱别盏灯。啊，成佛入常寂光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啊，谁在那里？发生在哪里？无处不在。我这里跟他有感，他就有缘，他就现身。啊，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没缘？我们的心太乱了，太杂了。啊，清净心就有感应，平等心感应就更多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晓得这个道理。知道这些真相，我们敢断定海贤老和尚一生见阿弥陀佛，见极乐世界，决定超过十四以上。他时间长，92年了，啊，这是我们能相信的。慧远大师，我们这里供的是祖师像。莲公大师传记里面记载，他一生现前见到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4次。啊，海贤寿命长，超过莲公大师很多。啊，所以10次不多。啊，他跟佛见面，到极乐世界，他不告诉人的。这师父教的，他听话了。师父教的，明白了。什么是明白了？见到佛明白了，见到极乐世界明白了。明白以后怎么样？不能乱说，不能说。这别人问他，天机不可泄露。啊，他在我们世间表法，游戏人间呢。我们看到好像很辛苦啊，他一点也不苦。啊，他修行在哪里？六根在六尘境界里修行，修什么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真心真愿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就有了。
啊，末法师时期只有这一招，真中之真，圆中之圆，决定没错误啊！啊，说是上根人知道如来、化身菩萨。无所从来，也无所去，没有来去，只有影现。我们有感，它现；我们的感没有了，它就没有，就不现了，影了。啊，有影现，没有生命。所以虽然讲空，不能空不是无，空不当作无讲。空是影的状态，有是现显的状态。那显不能说它有，设法界一真庄严假的，啊，就是刚才讲的，一千一百兆分之一秒。这个频率所产生的幻象啊，根本不可得。啊，所以经典里面讲，这个有，有是什么？梦幻泡影呢？啊，影现在我们把这个影不说影子，电视、电影这个影像假的，大家知道啊？它在什么频道之下出现的？老式的电影是动画组成的啊，这是动画片的动画片，在放映机里头，一秒钟24张，就把我们欺骗了，我们以为它真有。如果是这24张，我们只看一张，一张呢就是24分之1秒，它是什么样子？我们把23张抹黑，留一张，让它在这个放映机里面放出来，我们有没有看到？有，看到什么？光一闪，光里头有什么？没看见。其实光里头完整的画面，24分之1秒我们就看不见了，只感觉到有一张光啊。啊，那么现在电视是电影的多少倍？啊，过去的电视是这个动画的50张，这是一秒钟24张，电视是一秒钟50张，现在是进步了，用数码比以前的旧的电视又加了一倍，100张，一秒钟100张，1/1秒。我们只看到光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它就在面前。啊，那么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秒钟，2100兆分之1秒，连光都看不到，什么都没看到。
他就在你面前。啊，我们面前所有一切现象，包括我们的身体，都是一秒钟2100兆分之1秒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，不是实在的。实在的什么都没有啊，所以相是假有，空叫真空，真空不空，假有非有。佛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幕后念老引用一个公案，智者大师读《法华经》，读到药王品，亲见灵山一会，俨然未散了。啊，这是他读经，妄想止住了，杂念没有了。啊，真正是清净平等觉的心。再读经，读到这一篇，入定。啊，定中在灵鹫山，他到灵鹫山去了。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讲《法华经》，他参加了一回。出定之后，告诉人。释迦牟尼佛灵山一会没有散呢，现在还在讲。啊，有没有散？没有，一时顿现。你有这个缘，感应现前，你见到了。啊，这不是幻化，不是妄想，是真的。感应道教啊，不可思议。我们一定啊，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。啊，真的不能执着，假的应该放下，让自己的清净平等觉恢复。清净平等觉是真心。清净平等就是心的啊，是自信根本的德能。啊，本来清净，本来平等的，本来是觉而不迷。觉而不迷，就你什么都知道，你什么都明了。事出世间事，过去现在未来，没有你不知道的。啊，知道了不说，跟你说的你能接受几分说几分，不会超过。为什么？超过你不懂，你不能接受，你会产生疑惑，对你不利。啊，现身说法都没有一定，无有定法可说，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可现。妙在这里。啊，这一小段我们就学到此地。啊，今天时间